众多热门赛事精准球赛分析，大家好，我是读球小宝贝，今天带来 NBA 分析骑士对上热火。骑士此番坐拥主场，面对热火，球队目前属于联盟弱队，不仅在东部战绩不佳，基本上球队的战役也相当低落，目前排名东部第九。热火上轮对战活塞，面对活塞从首节就握有领先优势，最终以117-108分击败活塞，本赛季主客场表现均衡，目前排名东部第二。本场比赛指数未开，考虑临场数据还会有变化。各位老铁们，想要获取本场 NBA 推荐吗？还是想要观看本场赛事直播？请关注我，不要错过我的每一则消息，或添加我的微信 life 176666，小宝贝在这等着你哦。